哎呀，哎哎，滚了滚了！点完了，点饮料了。不愿点。喝啥？喝啥？喝啥？我们现在在那个跟毛毛还有丹妮还有一个姐姐在准备吃小龙虾。你喝啥？看一下我。喝啥？这是太黑了。要喝啥？喝豆奶吧，比豆奶小的。给，你要喝啥？我感觉我这边灯特别的暗，丹妮。对。我得坐到这边来，不然我觉得它好暗呢、啊。灯光，因为我正好这边正好是，所以得这样做就可以，就这样做吧。哇，你这个手机直播起来也看起来太吓人了，是吧？所以我就平时不喜欢直播，就是这样子的，他就这人走了，没有美颜了，没有美颜在这儿，在这儿吗？不是那个，要名字，哎，天气太热的。这样太吓人了吧，哦、是吧？因为太美的太过了，美白。香辣的，哎，这样亮一点。谢谢。我们准备吃饭，然后，你要常温点的。常温的，谢谢。我觉得。电奶帮你拿常温冻奶也是常温。嗯。谢谢大佬。我们准备吃那个小龙虾。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每次吐槽我妆化的不好，但是跟你们那妆化的已经化的很好了。对对对，演员我都演的超好，妆化的。谢谢。谢谢。我被吐槽妆化的不好。这样还有火箭，我点了个大的火箭。我知道以前小爱今天跟你化妆，现在变成我了，不需要化妆。没有没有，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小爱。哦，我以为说今天夸我。你这想多了。他也叫小爱。还有毛毛也在。是那个看了一半就走了的吗？我最多最大一场就是看到表情包。庆功会没有啊，也不是庆功会，对，就汪本来想叫汪来的，但是他肠胃不好，肠胃炎，所以就没有叫他一起。不过我们待会吃完了再碰面。对，还有毛毛也在。拉票会，拉票会确实挺尴尬的，因为我们就怎么说呢？我们都没有来，早上把二十串。少一点，二十太多了吧？要一份就好了。我们，来，刚说到哪了？对，拉票会，对，
最近太多事情要烦的，我根本就不想准备什么节目，你知道吗？就没有那个心思去准备节目，所以我们就选了一首歌，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我觉得我撑不完那么久，15分钟，所以我就，然后正好丹妮他也想一起，所以我们就一起搞了个蓝色公园，一起唱了一首歌。其实我们原本想的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吧，想象总是美好的，总是美好的。我们也想好好的准备，可是没有，你为什么老照着我？看你自己，没有那个心。我觉得都无所谓吧，该投就投，不投就不投呗，无所谓。因为你问的比较对啊，开心最重要。过来也得对。谢谢。谢谢。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写那个稿子，我们就是现场发挥的。本来事情就很多，所以我不希望自己就是太烦恼了，就是我真的很想自己开心一点，所以我们就那个，对，本来这个拉票会就是抽出来的，也不是说自愿拉票的那种。而且我在抽到我的时候，我之前不是在拍戏嘛，我也想到一回来，然后公演还没有学完，然后我还要去准备一个拉票的什么节目，我整个脑袋都要炸掉，你知道吗？我那天烦得不行不行的，所以我现在我想觉得我自己就应该想开一点，就当做一个表演个节目就好了，不需要非得说什么特别厉害的话。就如果你们真的想给我投票的话，我还是会谢谢你们给我投票，就是不投的人也没有关系啊，是吧？就想投的人还是会投啊，就都没有，我就是觉得开心就好了，真的。本来进这个团就是希望开心就好，不想让自己太大的压力，也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如果今天有人觉得说我啊今天的拉票会表现的不是很好，没有好好准备，如果真有人这样想的话，那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无所谓。行了吧。我其实真的有很多话想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多想骂人的话也很想说，你知道吗？不好意思，丢了一个东西，我真的很想骂人的话。你咋了？突然，我就说的，我就想骂人。对，就什么突然暴走。就很，我能在台上骂人吗？我能在台上骂人吗？你觉得我能吗？你刚才想你都喝大了呀。我想骂呀，但是我不行啊。我知道你们肯定都特别的期待我今天的拉票会，但是不好意思啊，今天拉票会就是这样啊。什么？怎么了？突然？咋了？啊，没有怎么了，我就是发泄一下我平时的情绪。你这也突然太吓人了。喝了个假酒。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都是假烟的。谢谢。没有，你都没给他倒。哎，这个我给他倒啥呀？他是人家。
来来，送给小爱，送给小爱。我说你怎么这么滑过来？到了，我以为是点的。就是先打好，因为要去。大家都是随性的人，我们在等我们的小龙虾。我就说真的，下面人三个环节，两年级两个环节谢谢。你说成都吗？不对，跟着。你知道最近有一个我们本周一我们早上我觉得我最尴尬的地方就是我是一期生，我就承担了一期生这个名号，所以自己的压力会大一点。虽然说自己想说就是好好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就是这一边呢，当做反正自己也喜欢唱歌跳舞，就过来唱歌跳舞，就是也是一种挺享受的生活吧。但是还有总选这种东西，其实我是真的特别特别特别不喜欢总选，我真的超级超级超级讨厌总选，我恨得不行总选，真的，我真的很恨总选。我如果真的没有总选这个东西，我真的可以活得特别特别的开心。而且我在 S N H 我也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你知道吗？但是也没有办法，生活不一定都那么的美好，每个人的生活都美好。你们有你们要烦的事情，就每个人的烦恼都还是有的。就说点开心的，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特别的正能量？其实我也有不正能量的时候。太好笑了！你们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那么好，行吗？被你发现了！你们给我哭了吗？没哭。哎呀，我。怎么那么容易哭？不可能那么容易就哭了。说出来心里还是舒服一点。我觉得以前的我，回家了吗？我以前的我真的太傻了，太笨了，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太重要了，太在乎别人的想法了。现在不会。小娃娃，还有小猫、小白兔，还有。哎呀，你觉得你累吗？不累，我累，我靠着你。明天去小白兔，当个公仔，太贵了。OK， 好，说签了七十个男的。哇，这是多少个？他们就是上七十男的，不是在招人。刚才叫两个那个，你别说毛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你们喜欢我什么。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以前的我那么努力。我们团有一个，双胞胎，就是双胞胎其中一个在我们，另外一个团。你们吃小龙虾。另外一个，对，就是完全谢谢。
我们在等那个小东西。我觉得温馨姐温温啊，我觉得温温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特别的对。下他之前说的一个就是说，下辈子他来当粉丝，然后让你们来当偶像去应援。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太对了，我也想有这一天。我也想说，也希望，也是想说有一天自己能在台阶下面看自己喜欢偶像的表演，然后再用尽一切方法为他应援，然后让他开心。就会不会投票还是不太确定的，得看下辈子的家境怎么样。这样就可以，家境好就把你投上天，我告诉你。哎，我一过来就白了耶，是吧？嗯。喜欢什么类型？喜欢什么类型啊？应该是说我疑惑的偶像。这个直播我还是想删的，这个直播还是得删。这个是不好的回忆。哎，你们别录啊，别录。在你们眼里什么才叫做努力的人？你们说啊，在你们眼里什么才叫做努力的人？你们少来。哎，你们少来！是谁看到了一个什么一四年的我，一四年的我是三年前进来第二年的我。对，以前的我，努力的话我是可以承认的，没有人比我更加努力。哪来的眼泪？没有眼泪。等一下，有点久。是的，努力不一定有收获，成为真的。但是不努力的就一定没有收获。在这里行不通。我不知道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双面性的问题，不一定说你特别特别努力，然后别人很喜欢你，别人就会给你投票。这也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跟这也得看别人就是愿不愿意给你投票，愿就是或者有没有那个能力去为你撑出一片天，是吧？我以前是特别特别努力，我以前是努力的快不行的我。但是得到的东西也不一定和你的付出相等，就不一定能够成正比。这句话是对的。也不知道是谢谢大家。没有灰心。
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努力，只是每个人对努力的那个点，就是努力的那个点到底有多高是不一样的。龙虾来了，吃的来了。没有，我们还点了其他的东西。我今天就想负能量一回，怎么不行啊？我就想负能量一回，怎么的了？先吃，我等我的那个鸡脆骨。没，不是很饿。突然负能量把你们吓到了。来，我觉得好的跟坏的都要说出来，好的跟坏的说出来。正能该正能量的时候我会特别的正能量，比如说在舞台上，就该负能量的时候还是该有一点负能量，我不能自己憋着。我想骂你们的时候，我也要说出来。不是，你应该把那个纸拿给我用，不是擦桌子是吧？什么态度？我是厉害，厉害人。一直这样这种态度，不知道手该往哪放，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对，我在你们心里面肯定是一个特别特别温柔、特别特别淑女、特别特别特别什么贤妻良母的人。虽然这些优点我都承认，但是也有缺点。哎，你知道刚刚发生了？发生了什么？好，应该没有。你先说一下刚刚发生的。
好了，刚刚他被浸到油里了。真的。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我以后我遇到不开心的事，或者你们让我不开心了，我就开始骂你，你们爱听不听。我本来就是个有脾气的人，但是我就是能够戳到我发脾气的那个点很高。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的能忍，就我哪一天是就是已经触及了我的底线，忍不了了，然后我才能说出来。所有不开心的东西都吐给他们，让他们吃掉。哎，你们会不会看着我说的这些，你们人都走光了？其实我在说 MC 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想说一些特别好笑的事情，就是希望自己幽默感十足，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把你们逗笑，但是我感觉我没有这个体质。特别特别的淑女，没有的事情。我平时的坐姿就是这样的，就是特别特别，对，特别特别社会。其实我平时就是这样子的，你们看到的淑女都是浮云。
放心吧，以后你们会慢慢了解我的，慢慢了解我不一样的一面。喝了那就不得了，对，现在该你们来适应我了。你们以后看到的都是不乖不乖的我，我要释放出我的本性，吓死你们。我刚吃了一点，小猫，你这个是不是没电了？没电了，嗯，坏了吧？坏了吧？啊！真的吗？我充不进去了。你们就好好好好享受哈，好好看看舞台上的我。舞台上的我，我跳舞的时候可是很认真的，除了忘动作的时候。等到后面啊，我对这些歌曲越来越熟悉，对舞蹈越来越熟悉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好好看我表演。我真的特别特别享受在舞台上的时候的，就舞台时候的自己，就是因为他每一首歌有每一首歌不一样的情绪，有性感的，有帅气的，还有抒情的。谢谢，谢谢。其实我特别喜欢舞台上的自己，我也特别喜欢舞台上的自己。我每一首歌我都特别的入戏，我有时候我都很想夸夸自己在舞台上真的太帅，因为长得又像吴国是吧？对，今天冒险乐园我老懵了，我特别的紧张，因为他们没跟我合过，我特别的害怕。你放心，等我对这套公演还得至少还得应该还要跳一年吧，后面你会看到越来越棒了。我觉得我每首歌的那个每首歌每一首歌的就是戏，我觉得自己的戏特别特别的足。
就偶尔来一下，我不知道。对，你们想性感的时候，我也可以很性感。就是你们喜欢，就帅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很帅；可爱的时候，我也可以很可爱。啊，MC 一啊，嗯，MC 一，我不太舒服，我就下去晃一下。下次我一定多说点话啊。对，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个百变的人。应该是在想怎么干掉。solo MC 不行不行不行 solo solo 不行，自己一个人说话多无聊。谢谢谢谢大家。寒夜，嗯，寒夜会被我跳的味道不太一样的。寒夜我跳了你们 hold 不住。可能会是甜甜的寒夜，我跳就不是甜甜的寒夜了。冷冷的。我怕我跳出来被禁掉了。每一个眼神我怕你们hold不住。直播间被封了，跳完直播间被封了。平时可爱够了，不能释放出我的本性。我已经长大了，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以前的自己是挺傻挺可爱的。只有萌没有蠢。半熟少女里面的自己太可爱了，可爱的不行不行。以后你们认识的小爱就不是以前的小爱了，你要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看现以后的小爱。真的，你们要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以后的小爱，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我。都觉得我是一个瘦。 No No No， 谢谢。其实我